嗨，我是 Bria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olly， 是 FOM 的最后26强 ，F12 是我。嗨，你好 ，Molly， 那你今年几岁呢？不好意思讲，24岁。没关系，那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什么？我在工作，我是宠物美容师，就是帮狗狗哦。是佛宠物的，对。好，那你有得过什么的那些成就呢？有，之前有参加过一些选美，就 Mean Machine，就是我是 finalist， 还有 Miss Auto City， then 还曾经拍过一些 Astro 的广告，还有那个 Happertoon Car Magazine Cover Girl。哇，好多哎！其实很少。其实不错啊。那你觉得 FOM 这个选拔赛？是怎样的一个选拔赛？竞争力很大，因为其他那些参赛者其实他们都有模特的基础，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 base 了。哦，所以觉得竞争力很强，竞争力很大，所以你要更努力。对，还蛮压力的。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梦想当然是想要代表马来西亚去韩国。啊，想要成为马来西亚代表，就想要走去国际舞台啊。好，那你觉得你在这个 FOM 的选拔赛中，你最享受的过程是什么？最享受的过程就是，我们还没有开始 photo shoot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 bonding 的时间，好像一家人。啊，亲切的感觉，就很像一家人那个。OK， 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？你有什么话想对观众说呢？我是 F 十二号 Molly，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，多支持他哦。谢谢 Molly， 谢谢你的时间，谢谢 Ryan。